道长可曾见过我那苦命的妻子？这样啊，也好。即便相见，我这副丑陋身躯，一定会吓到他吗？动手吧，道长。 我在这与世隔绝之地，一直等待着这一刻。平儿，我们来生再会。 先收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 Yeah.
看见白爷，还不速速把魂献上。债血偿，我又何错？该死的是你们！债血偿。你自学修道之人，我问你，你能除尽天下妖吗？可悲，你知道妖除不尽，却不知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妖魔，有的只是丑恶的人心。何其可悲！动手吧，给我一个军人的死法。小道士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金石，你别去，我要让你尝尝这钻心刺骨的滋味。
但以此符敬后荡苍穹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害死了我全家，为何要阻止我复仇？说什么求仙问道，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妖患已去，你可曾取得妖首内丹？师父，我等修道之人降妖伏魔本是分内之事，然而对于包藏祸心的恶人，如何才能进去？道法乃自然之道，待天而行，却非治人之法。行律加深，循规而事，是为人律；守善在心，善待他人，是为自律。